师啊，听说齐国地大物博，很多文物值得我们秦国学习的，所以我们想要派我们秦国的太子去贵国学习学习，这样才能够体验贵国的文化。哪里哪里，太客气了，秦国军师啊，秦国才是国力强，军队大，城镇又建设得好，我们才应该要派太子过去学习学习。过奖过奖，希望可以多多照顾我们的太子啊。客气客气，也希望你多多照顾我们太子啊。其实我早就把太子换成狸猫了。刚刚派出去的刺客不就白派了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秘密基地的李密。那我这位新朋友怎么称呼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半路出家游戏工作室的小高。小高，你好你好，今天要帮我们带来什么游戏啊？好，今天我们要带来这款狸猫换太子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游戏背景呢，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对，然后还有两边是盟国。然后我们有一个条约，是我们互相要送太子到对方的国家去学习，对。但其实虽然讲好听是学习啦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就是派太子去当人质。对，其实是人质，太子非常的可怜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太子，然后也会用狸猫去换太子这样子。对， 对，然后因为就是这是一个实际上，好像大家看起来就是表面很简单，但实际上暗潮汹涌，勾心斗角的游戏，勾心斗角，对，所以它是一个阵营游戏哦。它其实会分成两阵营，但其实也没有这么的阵营游戏，它比较偏向，我会把它定义到微策的派对游戏，它玩起来非常的欢乐，对，然后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，它的运气成分好像有一点点重，但其实它也有一些需要计算的部分。好的，那想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吗？请先帮我们按赞、按分享，然后我们频道按订阅。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明一下游戏规则。好，关于这个游戏呢，我们一开始的 setting 是长这样子。我们牌背有分黑色的和白色的两国。哇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哦，这个比较黑一点，这个白一点。不是，它是其实是牌框，中间的图案是一样，对，从外面的框框不一样，对。然后我们一边会有12张牌，然后我们会先把牌分成两堆，分成三堆，然后我们 会有这个刺客跟探子的卡片，然后我们会把刺客跟探子放在上面的四个，所以总共有8张，然后再来我们会有这个计分 token， 然后会把它放在第四开始，我们是从四分开始玩的。我们游戏呢就是一个人会控制一个驿站，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在 驻守在驿站上的军师。所以我们可以6个人玩。对，这游戏最佳体验建议是6个人。那如果你需要，你觉得计算啊、算牌这种东西比较好玩的话，其实4个人会比较有策略一点点的感觉。六个人就比较 party 一点。对，6个人比较 party， 6个人比较欢乐。对，你要猜队友在想什么。对，也要猜对面的人在想什么，所以你要两边猜。有时候雷的是队友，反而不是对，就是哦，对面其实应该还好，但是队友做不到你想要做的事情，雷这样就输了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游戏进行呢，我们会想象一台车子从这边开始，对，那我们1号驿站，好，起点这边开出来，对，开出来，那我们1号驿站就选一张牌上车，然后它开到2号驿站，那2号驿站的军师也选一张牌上车，然后再到3号驿站，然后3号驿站再选一张牌上车，这是黑国的一次开完的，对，最后到敌方这边，对，然后到秦国地方就打阵，打阵就摊开计分。那我们在运送的过程中啊，敌方可以做什么呢？敌方可以派出刺客或探子卡，每一站的战间都可以派，所以我们是1号到2号的战间可以派，或者是2号到3号的战间可以派，还有3号到4号到达阵的战间可以派，有3次机会。对，没错，有3次机会。我们这边啊没有任何规定，只要推出来的那个人就可以使用。所以我可以一个人用3次的，对，他想用的话可以一个人用3次，对。雷暴队友，对，但可能队友会揍你，对，可能会队友会刺你，就不是刺客或探子在做事了。探子的功能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派出的人可以看车上有谁，全部整车看吗？对，他可以看整车人目前有谁，对，但他看完之后不能马上刺，所以他看完之后要等下一格才有办法刺，因为只能用一次嘛。对，那在我看完之后啊，如果已经到达阵的阶段了，那我看完就直接打阵。那
就白看了。对，就白看了。所以你要看，记得在一号到二号和二号到三号中间看，对、okay. ，这样你才有办法在打针的时候吃。好。对，那我们的游戏呢，双方互相开三车就结束，对，开三车结束。好，那如果是刺呢，要怎么刺？哦，刺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车上所有的人打下来。对，也是打全部的人。对，打全部的人。那被刺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摊开计分。像我们的三张牌啊，我们都会有打阵分数跟预刺分数。对，像狸猫打阵，它是会扣我们这边一分的，因为我们说好要送太子。太子呢？对，太子呢？我们竟然送狸猫去炸毒搞杀？为什么是狸猫？对，太过分了。所以我们幸运受损。对，我们幸运受损，我们会扣分。对，但是呢，如果好，我们乖乖的放了太子上去，我们就是太子打阵。那我们对我们很有诚信，我们是很有诚信的国家，所以我们就加两分。对，那再来呢？还有这个角色，他叫做大将，他算是太子的保镖。对，那基本上他遇到他打阵的话没事，对，你就是一个保镖打阵，对，安全护送到了。但如果你在途中吃到大将的话，刺的那一方会被扣三分。对啊，就是阻止你刺的意思嘛。对，没错。然后狸猫啊，狸猫遇刺的话没事，一次过就白刺了，就啊，不是太子哦，哦，好吧，刺错了。对，刺错了，他就加了，就是不加不扣，对，没有分。那太子遇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分的。哦，你说本身那一国一分吗？对，本身那一国还是一分。对，哦、我们少一个太子已经够可怜，所以同情分，给你一点同情补偿分数。安慰分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。我们的游戏啊，在双方互相开车之前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一个调度的动作，就是在开车前，开车的那个国家啊，一号驿站是主军师哦，所以你很重要。一号驿站，他要选两张牌，跟二三号驿站来进行交换。那二三号驿站也要先看好一张牌，来跟一号驿站做交换的动作。这件事情是要同时，是都给队友一张牌的意思。对，就是一号发两张给二三，对。然后二号就发给一三。没有，二号发回去一张给一号，然后三号也发回去一张给一号。哦。对，就是一号主动换两张给二三号。所以一号最重要，还要给二三一张牌。对，他要靠换牌的这个动作告诉队友说，我们这一车应该要干嘛。嗯、哦，对。哦，该做事哦，我想要告诉你说我们要做什么事哦。那个捕手在打暗号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在打暗号的感觉。那你有没有电到他的暗号？就是要靠大家默契了。好。对，所以这个游戏常常会发现，最后啊，导致你输的都不是对手，都是队友。对。那我们结束的时候就看谁分数高。没错，然后我们的分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则是，我们才先加分后扣分。所以如果当我们在九分的时候，我们打阵的角色啊，一位太子，一位狸猫，两位太子好了。我们在九分的时候，我们打阵的这三名，那我们会先加四分，加到十分之后，再被扣一分，所以我们还是九分，我们会扣回来。所以满分就是十分，满分是十分，没办法再往上。对，但你到了十分，游戏也不会结束。哦，对，都是要开互开三次才会结束。哦，所以要控制的很好，刚刚好十分才是最高的。对，没错，所以会有一个达阵顺序的问题。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军师配牌的功力，还有其他两位军师有没有想到守家军师该干嘛。对，但其实因为我们的被刺到的牌跟达阵的牌都是公开资讯，对，所以如果比较喜欢玩策略游戏的玩家，想要花一点点心思算牌也是可以的，会有效的提高你一点点的胜率。所以我们知道总共就是三张狸猫嘛，对，然后有六位太子，然后还有三个大将。哦，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被开出来什么牌，你就知道还剩什么牌，然后就可以计算一下要出什么的。是，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小小的规则呢，就是我们是不行把三只狸猫都派出去的。那你会直接相攻，因为我们以诚信为本。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两边可能会炸赌啦。这什么国家？派了三只狸猫给我。对啊，但事不过三嘛，你一直炸赌，一直炸赌，对方生气了，我们盟国就变敌国了，那军师就不用混了。对，就直接派军队过去开打。对啊，我们就直接开打。那你军师在干嘛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另外一个呢，我们也不能派六位太子都出去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们太子只有六个啊。啊，如果
都到其他国家被吃票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吃票的话，你的态度我们就没人机位了，我们就要亡国了，对不对？那军师在干嘛？求我还你啊！对啊，军师在干嘛？好，我们竟然让自己做出这种这么智障的事情，就是让国家就直接输掉了。对，我们就直接输掉，我们就不计分。对，那将军就没差，随便你要派。将军没关系，将军没关系，将军很可怜，那种保镖都是一个就是死了就算了的角色。Okay. 对，那我们过程中可以讨论吗？可以讨论，但是我们过程中有一个禁止事项哦，应该说严格来说是两样禁止事项，就是我不能跟队友讲说我用探子看到了谁在车上。啊，那要怎么样比手语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可以跟你说，你觉得可以吃吗？然后哦，我觉得可以，或我觉得不行，这个沟通方法就是 OK 的。是，那我可以说车上那一只好像毛茸茸的。也可以啦，也可以啦。如果真的要用这种婉转的方法的话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不会介意的。对， okay. 没有明文的，对，没有明文的说不行。对，因为毕竟就是大家欢乐嘛。对，然后另外呢，我不能告诉队友说我这一站拍了谁上车。哦。对，因为彼此队友手牌不是公开资讯。嗯。对，所以大家要互相的去猜。对，那我不能讲得很明显说，但我可以跟对面的人说我派谁上车。我可以用演的。对，或者说我可以尽情的胡乱，对，就是哦，其实我派谁上车，但其实我没有，对，它就是一个我看破你的看破，你在看破我的看破的游戏。为了把那个三只狸猫都送出去，或是六个袋鼠送出去，就GG啦。对，然后如果你非常想赢的话，记得让聪明一点当守家军师哦，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气死。大家游戏前都在吵谁比较聪明，怎么办？先吵半个小时再开始玩。应该还好，没有，那我们就直接见真章，因为游戏时间也大概10到15分钟，我们互开三车就结束了。那我们发现这个军师不行，我们就赶快换下一位。哦，好啦，就是可以玩个3次，大家轮流当军师也是 OK 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游戏支援是4到6人，对，那在4人的情况下，一个人他会控1、2加1、3。哦，就是1号玩家就控2个。对，然后2号那这样就很没事哎，很废哎。不会啊，因为3号最容易被吃。哦，对，所以3号最重要。我觉得13最重要。13最重要，所以2号不重要。其实2号也重要，为什么？每个都重要啊！你玩过1、2次，你就会知道了。其实大家的一开始的想法都会觉得说，哦，那我就等要到达阵前我再吃就好了。那我先看嘛，大部分都会这样，我就一次吃比较多的人。对。但真的会玩的人，通常会想说，哎，我玩过一次，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在第一站先放台子。对，或者是第二站先放台子，那你这后面容易被刺，然后送将军、啊。对，所以第3站通常都会放将军上去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先刺比较赚？对，我先刺比较好。所以其实，在你玩过1、2次之后，2加的位置也很重要，就决定要不要刺，就是关键。对对对，就是大家之后就会往2加刺，甚至守家我就先动刀了。哦，要熟悉就是敌方的这个军情。没错，而且这完全是一个保守派跟赌博派的战斗。对，因为保守派的人就会觉得，哦，我一旦要先看过再刺啊，我就都会每次都先看。可是你看完一次之后，你就少了一次看，对，就少一个机会了。对，那我们3车总共只有4次，所以这个时候队友之间就会开始争斗，说我觉得4次都刺就好啦，对不对？这样赌才有那个爽感。有些人说不要啦，如果你吃到将军，我要被扣3分哎，那我们当然是要先看过啊。这游戏很容易吵架。有可能，但我目前没有遇到。对，我目前遇到都是朋友之间会互相嘴说，哦，你真的很雷，你看我就知道我跟他那么熟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他这时候一定派太子，对，或者是我知道他这时候一定派放狸猫，对。这是一个嘴炮游戏，就是。对，没错，是一个非常嘴炮游戏。好，那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喜欢玩风声的话呢，我觉得超适合这个游戏的，因为风声呢，它也是一个，就是你要知道谁是敌是友，对。可是它多了一个机制，就是说你还要猜自己的队友是谁啊。可是这个游戏就不用，你就很明白的知道谁是雷队友，谁是敌人这样子。对，可是它同样呢，都是就是你要猜说队友他出的是什么牌，因为像风声里面呢，就是你要收集到队的情报嘛，对。所以说你队友如果出的是假的情报，可是你不小心收集到了，你也就会很雷，就快要死掉了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游戏也是一样，就是你要知道队友他可能出了什么，那你再决定说就是要放什么牌，或者是要不要刺啊，要不要探啊之类的。
好，那我觉得如果喜欢风声的朋友可以玩玩看我们的狸猫换太子哦，它的那个游戏时间比风声来的短一些，所以说你们可以就是空档的时候呢先玩一下狸猫换太子，或者等人的时间都很适合我们这个小游戏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party 阵营游戏。那小高觉得还像什么游戏吗？我觉得因为它有开牌啊，就是你可以稍微计算一下，还有分布的这种机制，还有，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喜欢地主啊，或者喜欢桥牌的玩家也可以试试看。对，那它会比较简化一点点，对，而且你多了一个看跟刺的互动，彼此双方阵营互动的动作。对，真的是有一点像，尤其是他那个换牌的机制。对对，尤其像地主，就是你也要给队友牌，然后也要给敌人牌。可是这游戏就只要给队友而已嘛。对，而且被队友雷的时候都会很生气，这一点是一样的。真的，地主还是我大地主这样子，都生气。所以这游戏也是蛮吃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啊，然后就考验两个人的友谊之类的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，我是咪咪。激烈的李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狸猫换太子，或者好奇想玩玩看的话，欢迎来我们的秘密基地桌游专卖店玩哦。哎，小高，你这个太子跟狸猫的扇子好特别哦，就是这个游戏出的吗？在哪里可以买到？这个不是买得到的，这个是非卖品。对，对，那这个是东西呢，是这个扇子是展场限定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新锐桌游博览会啊，在松烟9月13号到9月15号。对，然后只要来半路出家游戏工作室的摊位，对，然后只要按赞，我们就会送你。所以你会在摊位上吗？哎，对，是我会在摊位上。好，就找这个人 ，OK， 找这样子的，找他拿扇子。OK， 谢谢小高，谢谢你。我的表情短线，却爱你暖一点，脾气只是我的最后手段。离上次见面那天至今感觉不断，不过是星期一到二的距离，3分钟间我们又重来，要做尽到我想成为，我不明白你也觉得该有心情真最经营，就怕有人不敢，每个人都在等待，提纲只说长Bring it on. 还有过多久？
降低。